再弱一下手势，黑暗收割打剑姬，但我这一级跟他对刚感觉好像也还行哦，这一级跟他对刚好像也还可以。 不好哎，你好哎。仙骨钥匙，死神。好吧，死神交要拿。 杀戮尖塔要出二了，鼻祖游戏啊，真的好玩，是的。原来有这么多玩杀戮尖塔的吗？玩过杀戮尖塔的扣个一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有这么多人会玩过这游戏，会玩，感觉好像蛮多人玩过这游戏。 决战，造成12.11打出手的垃圾，那么多死神，好玩呢，因为确实。 我操，打我这么痛啊！14.9分天虚，我知道。 全是这个牌，皇帝没防御牌，棒棒！我操，不会死吧，大伙？哥们好像要死啊！哥们不会要死。 别死啊！买个罗壳好。别死啊！求你别死啊！真别死啊！给我顶住！给我顶！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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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难顶了，好像有点难顶。有点难顶。我想一下这牌要怎么打。防弹鱼人和狙杀打后面。打炼金黑暗手格还是彗星黑暗手格吧。我操，被记了吧。别记啊，我没 AOE 完了。别记别记，我操，别记，你先打 nice， 开心，掉9滴血，可以接受可以接受。阳光迅捷，别记别记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真别记真别记。他妈，我等一下还要再打一只，怎么搞的？哇啊啊！啊四滴血。完了呀，完了呀，兄弟，完了呀，完了呀，拉鲁娜，完了呀，拉鲁娜，我要记了，完了呀，下张牌将打出两次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复活，哦，我还有个蜥蜴尾巴，哎，我这样浪费了，我操！这不还是要死吗？完，怎么了？就记，我顶不住了。冲浪高手，没有卡住，我牌太少了，我没有防御牌。希望你顶住。
挽歌，应该唱我的名字。怎么又差一点点？可惜，我也行吧。啊，断一步。你想对抗我？来，我让你见识地狱。我不听吗？是的 ，ED 血，他真的是 ED 血、啊，那有点搞心态，我操！他应该是不交 TP 上来的。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比任何黑影。我感觉我刚刚应该是 A 起色，哦不对 ，Q 一起色，然后等到骸骨消失，再 A 的，再 A 再 Q 再 A， 我这样打不满，应该多 A 他一下可能会好一些。我现在版说蓝剑这版本会舒服很多。失一失血，我运气这么好的吗？同学，运气确实有点好，就是。好烦的，每次都一丝血，高手练级。高手练级，有点猛。高手。要是以前版本 W 就拉不住，不一定，得看情况。刚好，一波完美中。
这样是很难杀他。热炼金的熟练度不简单。他跑一段，我先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lain an enemy. Kill son.不可能就这么给你走了的。那我掉了一个肚子，非常的迟到。好难杀。您把打克烈怎么打？就那样打，正常打。以及去跟诺手一样去蹲坑。又跑来断线。三速血嘛，你说打炼金没必要，这打得出护甲血。但炼金打剑魔可以出三速血。我迈向死亡，多希望。这个圈是什么？破罗踩到加攻击力。走，不放眼不怕人抓，我一个是把不会抓伤，要懂看地图看路线。你一般可以从弗雷哥第一个出现的位置来判断他刷了哪里的野，看补刀跟位置就知道了。
鬼哥这把是不可能抓上的，很多时候插眼没什么用，有时候插眼是为队友提供武器。看见真痛啊！这弗雷格打的，直接1500，我感觉他都没怎么碰到我就1500，直接1500，这把出个什么呢？出个星穹。出个星穹也不出。我所追寻的唯一瓶颈是死亡。压两级，一级还好。感受我的痛苦吧。佛爷哥好像也闪了是吧，他闪了没注意看。我将扑灭光明，制造永恒的黑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出个星穹，感觉这把需要扛一点输出。但我从不屈服，这是一场崇高。哎，我怎么带了无情猎手啊？点错了，我操！一直没换吗？好亏呀、啊！原来我一直没有换，这有点搞心态。好亏呀、啊！我是满意，你的
神惧怕我。这炼金还是有战斗力的。先发育吧，开个大一套五度。怎么说？爆！操爆！一套直接给他爆了。有人想做这个。我是一人，做个反击。还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。来个反击。多钱多钱。我发现我没有带那个戳心筒，打有点打不太动。伤害是真高，都行，都行。龙龙，好，快哭！我不能死去，我的所有生命全部终结。
太可惜。那这他居然能看得到我。哎呀，太可惜。他拥有闪。我想 Q2 往后闪。给他预判了有点。这里有个机会我想尝试一下。这里应该是。没办法。刚用黑暗收割建模打船长19-3 MVP 爽死，爽了，还行。先把星虫买出来，下路发力有点不太跟得上，老鼠到现在就一个破败，围绕这个打吧。还没叠满，神与凡人，他们全都该死。在拖着卡莎的装备，好像电型比黑暗收割强，电型伤害比黑暗收割，那不废话，你这电型比黑暗，你电型不比黑暗收割高，那它为什么叫电型？电型肯定伤害比黑暗收割高，问题是黑暗收割它成长性跟打收割它比你电型强，电型只能作用一个目标，对线结束了就没了，
不过你想带也可以，随便都行的吧，我感觉。那如果你带电刑，我更推荐你带彗星。彗星触发跟我不一样，我电刑伤害是躲不了，也行。满腔复仇，用鲜血淹没。主要剑魔的适合带黑暗骑士，你打出来，你只要碰到一两个人，他就能触发了。还不能回来管啊？没人管吗？加不用了。守护，他好像在追我的叫声，走远点！跪下！你们这些凡人！这就是 AD 的幽默，也不是吧？他有机会杀我，只不过他走到我 Q 上了，然后又被我的那个黑暗手哥打到了，确实幽默。幽默？还好，对面拿了龙魂，但加也没了。这推塔游戏，对面难道不知道吗？怎么一直萌萌打架呀？十三级差点把我宰了，这就能看得出来 AD 跟上单的差距。伤害是真的猛，他主要的不控伤害，他不用猛。哇操！这个黑暗手斧，真金不火。别猜就行了。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，还大灭600，肯定有。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啊！